利用高频电磁场波的热效应，起到消炎杀菌、促进加速血液循环的效果。通过仪器使病灶组织温度逐渐升高，促进局部血液循环，增加病灶组织的新陈代谢，可快速杀死阴道细菌，改善阴道内的环境，提高局部阴道抗病能力，促进水肿吸收，促进药物吸收，可增加局部组织的通透性。利用局部滴注的药液消炎杀菌，促进药物的吸收，使炎症物质更好的排出体外。适用于阴道炎、盆腔炎、子宫内膜炎、尿道炎、附件炎、宫颈炎，男性是前列腺炎、前列腺增生等。治疗时间30到60分钟，疗程3到5次，主要作用促进炎症的吸收，有益于受热引起的血管扩张和血液循环加速，从而加速了炎症的细胞的吸收，并加速被杀灭的致病微生物及其残渣排出体外。止痛作用，降低感觉神经纤维的兴奋性，降低肌肉纤维等结缔组织的张力，并增加弹性，加强代谢。由于热效应，加强了细胞的内外物质的交换，加速了营养物质的运输及代谢产物的排出，提高了酶的活性，增强免疫功能，增强体内的机体和补体的免疫作用，加强网状内的皮脂系统功能，增强吞噬细胞的功能。